是16岁的生日，刚满16周岁，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的，就健健康康的，能够开心这样子。对，因为这种健康这种事情是比较难求的，特别的盛大，然后就是不管说是那种队列都是特别的整齐，然后像这种声音也是脚步声也是非常的响亮，心里就是涌起了一股那种自豪感，然后希望我们的祖国越来越繁荣昌盛。